判审。究竟追求什么？渴望人懂，还是渴望人痛？如果你能用心听懂我，就请朝我挥一挥手。人的心底累积太多寂寞，变成石头，所以才飞不动。如果你能用心听懂我，就朝天空张开双手。被拒绝几千万次以后，也许我才能彻底放弃这个梦，一起飞行吧。现实跟我想的不同，虽然时间不是我能掌控，只要你能用心听懂我，就能勇敢张开双手。被拒绝几千万次以后，也许我才能彻底放弃这个Oh,
全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，心痛陌路的口，但心却还流通。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，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，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，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，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，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。哦，我在旷野漂流，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，你眼底的温柔也为我保留新的尽头。我们都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，心头陌路的口，但心却还流通。那些伤痛的时候，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，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，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波动。